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هاي ميم 以明确的经典文诗，在一个吉祥的夜间，我却降示他，我却是警告者。在那夜里，一切睿智的事都被判定。这是按照从我那里发出的命令的，我却是派遣使者的。那是由于从你的主发出的恩惠，他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知的。他是天地万物之主，如果你们是坚信者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他能使生者死，能使死者生。他是你们的主，也是你们祖先的主，不然他们是在疑惑中的，是游戏。你应当等待烟雾漫天的日子，那烟雾将笼罩世人，他们说这是一种痛苦的刑罚。我们的主啊，求你为我们解除这种刑罚，我们却是信道的。他们怎能觉悟呢？显赫的使者却已来临他们，而他们却摒弃他。他们说他是受教的，是疯狂的。我必定要暂时解除这种刑罚，你们必定复返与悖逆。我进行最大的袭击之日，我必定要惩罚他们。在他们之前，我却考验了法老的百姓。有一个尊贵的使者来临他们，说：你们把真主的仆人交给我吧，我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，奉命来教化你们的。你们不要对真主高傲，我必定要昭示你们一个明证。我却求必与我的主和你们的主免遭你们的谋害。如果你们不归信我，那么你们放任我吧。我就祈祷他的主说，这等人却是犯罪的民众。主说，你带着我的众仆在夜间出走吧，你们必定要被追赶。你让海水保持平静，他们必定是被淹死的军队。他们曾抛下若干圆铺和泉源、庄稼和煤宅，以及他们所享受的福泽。结局是这样的，我曾使别的民众继承他们。天地没有哭他们，他们也没有获得缓刑。我却也使以色列的后裔摆脱了凌辱的刑法，法老的刑法。他却是高傲的，却是过分的。我本真知而选拔他们，使他们超越各民族。我赏赐他们许多迹象，都是有明显的实验的。这等人必定要说，我们只有初次的死亡，我们不会复活。你们把我们的祖先召唤回来吧，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。他们是更高贵的呢，还是突拜的宗族是更高贵的呢？在他们之前的许多民族，我已加以毁灭了，因为他们是犯罪者。我没有以游戏的态度创造天地万物，我本真理而创造之，但他们大半不知道。甄别日却是为他们全体的日期，在那日朋友对于朋友毫无裨益，他们也不蒙冤助。为真主所怜悯者则不然，他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赞苦木的果实却是罪人的食品，像油角样的在他们的腹中沸腾，像开水样的沸腾。主说，你们捉住他，然后把他拖入火狱中，然后再把沸水的刑罚浇筑在他们的头上。你尝试吧，你确实显赫着，却是尊贵的。
这刑罚却是你们生前所怀疑的。敬畏者必定要住在安全的地方，住在乐园中，住在泉源之滨，穿着绫罗绸缎相互而坐。结局是这样的，我将以白皙的美目的女子做他们的伴侣，他们在乐园中将安全地索取各种水果，他们在乐园中除初次的死亡外不再尝试死的滋味，真主将使他们得免于火刑的，那是由于你的主的恩典，那却是伟大的成功。我以你的语言是古兰经成为译解的，只为希望他们能觉悟。你等待吧，他们却是等待着的。